喵。一天的早晨，您是如何开始的呢？就从美好的早餐开启全新的一天吧。高雄在地一间有两夫妻白手起家的创意特色早餐，融合台湾人最爱的古早味风味，以饭团为主打，加入许多别出心裁的馅料搭配，来挑战美味饕客的味蕾。我跟我老婆本身爱吃饭团，所以我们家的狗狗它的名字就叫做本丸。以前吃饭团的经验应该跟大家一样，就是胃会有点不舒服，会改胃。其实糯米有分很多种种类，我们跑了好多家的米行，我们一个一个都去做研究，然后从中间去挑选出具有年份的糯米，再混的另外一种米。第一，外表漂亮，白白的，很像白米饭；第二是吃了肚子不会不舒服。而好吃的肉燥是饭团中的灵魂，经过老板奶奶三代的传承，炒出美味肉燥的手艺，加入在地人口耳相传的黑金饭团中。黑代表着皮蛋，金则代表着咸蛋，将两种食材合而为一，当中的味美让人回味无穷呢。我们最近要推出的就是叫紫金饭团，那我这次是把芋泥整个加到饭团里面，一样有咸蛋黄的滋味，就咸甜咸甜的，那再加上我们的肉燥的香味，其实它整个口味是很棒的。我们其实卖了一两个礼拜，回客率蛮高的，而且很多客人他本身他吃糯米会不舒服的，其实后面都变成爱吃，来好几次。除了让人口齿留香的古早味饭团之外，高雄人钟爱的锅烧面也是店内的招牌之一哦。老板为了不浪费每一种食材，也因此特别将口味分为肉类及海鲜，让每位光临的顾客都能大快朵颐一番。汤头就是南洋拉萨，最近我们推出的川味拉面，那这个辣酱是我们跟邻居的中药行他给我们的中药材，我们一起去研究，然后去炒出来。那我们其实一开始也没那么多，我们就只原味一种，然后慢慢去增加，每一个口味出来就是我都要连续吃好几碗，我都吃腻或者是觉得不 OK 的话，我怎么推广给客人？对，所以我挑战自己。锅上面料也是很好，然后老板的那个服务态度也都很亲切，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早餐店，分量绝对可以让你吃饱，然后也很好吃，价格也很亲民啊。我觉得过往在手机通讯业服务的蔡老板，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毅然决然地踏入早餐店的经营，而身旁是老婆一路相伴爱的支持，让他在创业的道路上甘之如饴。因为他就很重视早餐啊，放假就带我去吃早餐，然后他几乎一个人吃到两人份的早餐，所以他就很想开早餐店嘛。然后想说好吧，既然他想做，就是也是支持他。初期两个打拼的时候是真的有蛮累的，那我女儿又四岁而已，回去四点接小孩，晚上又要用小孩啊，隔天早上可能五点又要来上班了，是真的还蛮辛苦。我其实哈，有时候跟他斗嘴归斗嘴，我还是很蛮常跟他说我爱你，因为他真的是很辛苦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老婆在做，包括洗衣服，包括帮小朋友洗澡啊等等之类的，或者是说还要准备晚餐。其实家人的支持跟我老婆的支持还蛮重要的。老婆我爱你，谢谢老婆。希望我们做的食物啊都是健康嘛，然后让我们的顾客都会喜欢，希望我们这份事业可以做得长长久久。希望每一个妈妈吃了我们的早餐以后，都能开启一个幸福的早晨。